大家好，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，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生物技术节目，主要内容包括一媒介的小剪刀，DNA 的造型师；二植物界的健身教练，提升作物耐旱机；三细胞的悄悄话，沟通高于一切。那么，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媒介的小剪刀，DNA 的造型师。各位亲爱的学生、生物爱好者以及偶然迷路到这里的网络游民。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生物学界的时尚达人，那些在 DNA 世界里挥舞住小剪刀的造型师们，也就是我们的好朋友酶。首先，让我们来点基础知识。DNA 这个生命的蓝图是由一串串的核苷酸组成的，就像是一条超长的珍珠项链。但是这条项链并不是随便乱挂的，它需要特定的样式和长度来保持时尚感。这时候我们的小剪刀酶就登场了。这些酶，它们有助各种各样的功能。 但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是那些能够切割 DNA 的酶，也就是限制性内切酶。这些酶就像是精准的造型师，它们能够识别 DNA 上特定的序列，然后咔嚓一声，准确无误的在特定位置剪下来。这不仅仅是一种艺术，更是一种高超的技术。想象一下，如果 DNA 是一条无比繁复的铁路线，那么这些酶就像是负责维修的工程师，它们可以在特定的轨道交叉点切割。 然后重新连接，以确保列车也就是生命的信息能够顺畅的运行。但是这些造型师有时候也会玩点小创意，比如有些没在切割 DNA 后会留下粘性末端，这就像是给 DNA 留下了一些可以重新粘贴的魔鬼粘。这注射既让不同来源的 DNA 片段可以被粘合在一起，这就是基因工程中常用的技术，也是现代生物技术的基石之一。当然，这些造型师有时候也会犯错，当他们在不该剪的时候剪了。 或者剪错了地方，可能就会导致一些生物学上的时尚灾难，也就是基因突变。这些突变有时候会导致疾病，但有时候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进化创新。总之，这些 DNA 的造型师梅，他们在生物学的时尚舞台上扮演住至关重要的角色。他们的剪刀技巧不仅仅塑造了生命的多样性，也为我们人类提供了改造生命、治疗疾病的强大工具。下次当你看到一段精美的 DNA 序列时， 不妨想想那些在幕后默默工作的小剪刀，他们才是真正的生命造型师。谢谢小六子的介绍，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植物界的健身教练，提升作物耐旱机。各位健身爱好者、农业专家以及对植物界的肌肉发展感兴趣的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来聊聊植物界的健身教练，那些让作物变得更加耐旱、更能在干旱环境中举重若轻的科学技术和自然策略。首先，让我们来认识一下植物的肌肉，当然。 植物没有真正的肌肉组织，但它们确实有一套应对环境压力的机制，就像健身者通过锻炼来增强肌肉一样。在干旱条件下，植物需要增强它们的耐旱基，也就是提高它们对水分缺乏的抵抗力。那么，谁是这些植物的健身教练呢？这里有几位重量级人物：一星号星号基因编辑专家星号星号，这些现代科学的魔术师可以进入植物的 DNA，就像编辑文字一样，删除、添加或修改基因。 让植物更好的适应干旱环境，它们就像营养师，确保植物得到最佳的饮食来增强它们的肌肉。二信号信号育种专家信号信号，这些耐心的艺术家通过选择和交配具有特定特征的植物，培育出能够在干旱条件下茁壮成长的品种。它们就像那些在健身房里制定训练计划的教练，确保每一次的锻炼都能让植物变得更强壮。三信号信号农业技术专家信号信号。星号 这些创新者开发出各种灌溉系统和土壤管理技术，以最大限度的减少水分的浪费。他们就像那些教导正确呼吸技巧和姿势的教练，确保植物在每一次吸气时都能获得最大的效益。四信号信号微生物信号信号，是的，你莫听错，植物的根系周围的微生物也是伟大的健身教练，他们帮助植物更好的吸收水分和营养，就像那些在健身房里提供按摩和恢复服务的人一样。 帮助植物在锻炼后恢复。这些健身教练的共同目标是让植物的耐旱基变得更加强壮，以便它们能够在干旱的环境中生存和繁荣。这不仅仅是为了植物自己，也是为了那些依赖它们的人类和其他生物。毕竟，没有人想看到他们的绿色朋友在第一轮干旱中就挂掉了，对吧？所以，下次当你看到一片绿油油的田野在炎炎夏日中依然茁壮成长，不妨给那些无形的健身教练们鼓鼓掌。 他们的辛勤工作和创新精神，让我们的植物朋友们能够在这场自然界的健身挑战中获得胜利。谢谢小六子的介绍，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细胞的悄悄话，沟通高于一切。各位亲爱的同学、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细胞界的八卦大王——细胞沟通。这可不是什么小道消息，而是生命科学中的一个重要话题。细胞之间的沟通比你想象的还要精彩，它们不仅仅是生物体内的微型居民，更是一群社交高手。 首先，让我们来揭秘细胞的社交网络。细胞之间的沟通可不是用微信或者脸书，它们有自己的沟通方式，比如通过分泌信号分子，这就像是细胞版的 WhatsApp，让他们可以及时分享信息。这些信号分子可以是激素、神经递质、细胞因子等等，它们在细胞之间传递信息，协调身体的各重功能。想象一下，当你的身体需要应对一场突如其来的压力时，你的内分泌系统就会发出一个 SOS 信号，肾上腺素。 这个信号就像是一个紧急集结号，让你的心跳加速，血压升高，为你准备好战斗或逃跑。而在我们的大脑中，神经细胞之间的沟通更是精妙绝伦。它们通过突触来传递信息，就像是细胞间的小桥，让信息能够跨越这座桥梁，从一个神经细胞传递到另一个神经细胞。这个过程中，神经递质扮演了信差的角色，它们快速的在突触间穿梭，传递住兴奋或抑制的信息。但是， 细胞间的沟通有时也会出现八卦，也就是误传信息。比如在一些疾病状态下，细胞间的沟通可能会出错，导致身体的反应不正常。例如在糖尿病中，胰岛素的信号可能会被忽视，就像是你发了一条重要的信息，但对方却没有回应，这就会导致血糖控制失常。最后，让我们来谈谈细胞沟通的社交礼仪。细胞之间的沟通是有规则的，它们需要确保信息的准确无误。这就像是在一个精心策划的晚宴上。 每一位客人都知道何时该说话，何时该聆听，以及如何传递信息给其他人。细胞也是如此，他们通过精确的信号传递机制来维持生物体的正常运作。总之，细胞的悄悄话告诉我们，沟通确实高于一切。无论是在人际关系中，还是在我们体内的细胞世界里，良好的沟通都是保持和谐与健康的关键。下次当你在思考如何提升自己的社交技巧时，不妨从我们体内的细胞大师们那里学习一二。毕竟， 如果细胞都能做到这么好的沟通，我们人类又有什么理由做不到呢？谢谢小六子的介绍，亲爱的观众们，我们今天聊了聊生物学界的时尚达人酶，以及植物界的健身教练和细胞界的悄悄话。这些主题看似有些离奇，但它们都是生命科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酶作为 DNA 的造型师，可以精确的剪切和连接 DNA，塑造生命的多样性。 这些小剪刀的技巧不仅塑造了生物的外观，也为我们提供了改造生命的强大工具。所以，下次当你看到一段精美的 DNA 序列时，别忘了给那些在幕后默默工作的小剪刀鼓掌。植物的耐旱肌肉是由基因编辑专家、育种专家、农业技术专家和微生物共同打造的。他们的目标是让作物更能在干旱环境中茁壮成长，以满足人类的需求。 这些健身教练的辛勤工作和创新精神，让我们的植物朋友们能够在这场自然界的健身挑战中获得胜利。细胞之间的沟通是生物体中的一个重要话题。细胞通过分泌信号分子或者突出来传递信息，协调身体的各种功能。良好的沟通是保持和谐与健康的关键，无论是在人际关系中，还是在我们体内的细胞世界里。所以，让我们从细胞大师们那里学习一二。 提升自己的社交技巧吧。最后，我想问问你们，对于今天的话题，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？你们对梅植物的耐旱、肌肉和细胞沟通有什么疑问或者意见吗？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。谢谢大家收看《六度穿越》系列节目。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、科学家、工程技术人员编纂、设计、制作，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。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，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给我们节目点赞。